我的。除了在网上以外，我到这里也有受到防护人员，他们这里酒店人员的关心。是这样的，当时当我飞到杭州的时候，下飞机后，然后我们要做海关手续嘛，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他们好像查不到我信息或者什么样的，不仅是我，还有几个人，然后我们被留下来。我们几个人被留下来，然后我的同学们姐妹们都是回酒店了，我还可以把我的饭换成方便面吗？我这里的饮食我真的现在我还没习惯，然后他们救我了，他们也帮我换成方便面，然后我活起来了。然后呢那是不仅在网上，还有就是我见面的那些人，他们也就很热情的对待我，就是现在就口罩的情况嘛，也许不能太多跟他们面对面聊天，但是在群里，他们也经常给我打问号，然后经常问我的情况，就是很关心我而已。所以受到大家的热情，受到大家的关心了嘛，我也不停的提醒自己，跟自己和自己说，是我要加油，我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你们放心，我在这里会很好的，所有的想家或者对饮食不习惯，不知道以后去外面我会不会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但是现在有大家陪伴嘛，我一定挺过去，相信我，那不哭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要睡觉，拜拜啦。拜拜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，视频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啦，拜拜啦。